你一直在调查我，你已经没有机会逃跑了。德华，我劝你看清局势。没关系，今天就算我栽了，我也会让你把我的痛苦延续下去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李子、蓉儿，这儿交给你们了啊！大庆、大庆、佩珊、老七，跟我走。好。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哎，对不起，太阳，我们不能违规。怎么一时半会儿上不来了？ 我靠！什么情况？你已经输给毒品了。你像这些你永远无法战胜的东西，俯首称臣。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赢家，你已经输给你自己了，高华。你住嘴！怎么了？你被我说中了是吗？<笑>对，就算你说对了。怎么了？但是那又什么呢？在你们眼里，我永远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。但是。 那又能怎么样？可是高华，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？一个麻痹自己、逃避现实的失败者。没关系的，一切都可以重来，你的人生可以重来，你相信我。不行，我的人生已经不能再从头再来了。但是，我们可以共同拥有一个未来。你放心，我会轻点的。 高华吸食这份毒品和市面上的不太一样，这份 MDPV 纯度极高，足以致命。这么罕见的毒品，他怎么弄到手的？江凯交代说是他的老板让他送给高华的，他幕后老板也是狗三的老板。这么说来，很有可能这个人就是徐奎。那这么说，徐奎也对高华起了杀心？ 我好像看到了第二个狗仔，在高华电脑里有没有徐奎的什么信息？没有。这个徐奎做的真干净啊。未必。谭阳上次来队里说，说在他姐夫的店里见过高华。你这在平海待了这么久，老家还有没有亲戚啊？ 早不走动。哦，那你那个老家除了母亲孙敏慧之外，相城那边有没有人认识你？<笑>不是赵警官，你这口吻，这是来参加聚会来了，还是审犯人查案的？我来喝酒的，这样喝一杯。 我看咱们这回石斑还挺新鲜的，哎，这是从哪儿进的货？哦，进货的事儿都是孙老板亲自监督，我不太清楚。啊，这不应该是活的吗？哦，深海鱼很少是活的，都是打捞上来快速冷冻的。这外边这么热闹，你跑后厨来干嘛来了？姐夫，外面那些人我都不认识。 过来跟大蛇学一学习怎么做海鲜，<笑>你跟我学不就得了吗？<笑>你姐要的给送过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太阳，哎，你们赵队平时爱喝酒吗？反正我没怎么见过他喝过，怎么了？啊，你这拉着我喝酒了，师傅，喝多了赵队。别别别别别，你是不是孙然？ 我肯定是孙然啊，要不是谁？我觉得你不是孙然。那你说我是谁？我说，你姓徐，你是徐奎。你喝多了，你别乱说话。有宝宝，你别激动啊！我小声跟你说，你所知道的你老公，其实不是你知道的你老公。 你差不多得了啊！不是真的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资料上写的明明白白的，我跟你说，孙然。
酒精过敏，严重的酒精过敏，从小因为喝酒住过医院。你看他现在，你看他多潇洒，你把我喝成这样了。所以他是一个什么？他是一个逃犯，一个酒量很大的逃犯。我现在警告你，你当着大家刚刚说的所有的话，如果不是酒话的话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 高峰，赵德，别说了，你先喝大了，我你把手放开啊！我走了。你把手放开，听见没？我揍你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，赵鹏超，你干什么呀？赵鹏超，你鼻子怎么了？被针打了吗？假体，我鼻子的假体现在已经损坏了，撑不了多久。我什么时候能走？ 我真好言，我跟你说，刚才呀收到了消息，你的签证办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那边，他们不给你开无房租记录证明。明天，明天我必须走。明天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太残酷了。Lisa，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 我没办法，我出问题的话，大家都完蛋。我已经在把你订游艇了，明天上午11点，从平西码头出发，驾驶游艇离开中国领海，和商船汇合，登上商船，你就可以离开中国了。太好了，谢谢。你需要带什么人走吗？不需要。